话，就是我们清水紫云岩。那等一下就带各位来参观一下。这一间就是台中清水非常有名的紫云岩，主是观世音菩萨。那等一下我会带各位来参观里面。这边之前我有来过，那也在里面念经。那这次来，我要做一些记录，那让更多人能够了解紫云岩。我很喜欢这里面的一些感觉，那等一下带各位来感受一下。这里面就是可以在这里念经，它比较不会受到干扰。那这边也很贴心，有准备椅子。